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是 Koba。 最近演讲活动是什么？我去中山国中，第四届国中。我在去之前，第一件事情先把我的 PPT 的图改掉，你知道吗？ PPT 里面图太多，就是我觉得国中生应该不太，就是要做一份适合他们的年纪可以看的400个国中生在下面。哇塞，很多人呢，在里面，因为我会做一些自我介绍嘛，就问下面说，你们有没有看过 VTuber 啊？然后下面就说，有，对，躁动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画过比较有名的应该是贝利梅的 VTuber 吧？你有看过阿梅吗？然后就很多人举手，我看过，我就好屌哦，国中生哎，你有看阿梅那个主家具的影片吗？哇，平常搞那个没在看 VP 嘛，平常不会关注他。甩根手吧。后来就结束以后，有人举手问能不能签名，然后后来就变成在前面就是帮大家签名，小签名会，小签名会。哇塞，也是很广哎，签了半小时，我天哪！他们在签的时候，他们会问我一些小问题。有个小女生，她很喜欢《鬼灭之刃》然后她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好喜欢《鬼灭之刃》哦，啊，你有看《鬼灭之刃》吗？”我就说：“动画很屌，动画组真的很用心，可是我觉得漫画真的蛮普通的，偏难看。”偏难看。然后就。你居然这样打击他OK 啦。你有看今天鬼面一个梗图吗？随便一个上旋的鬼来台湾，都在路上一定会被 A 制收掉。你知道有点是非的一个地方吗？超过分的。对于本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要分享？其实我觉得最近我真的被那个大背头洗到不行。其实我本身一直都有在关注这个领域的作品。那你说 Vocaloo 的那个？不是，我是说把两个歌合在一起。原来是后面那个部分。对对对对对。它其实算是流行乐，但它就是那种比较属于以前那种 Nico Nico 会出来那种流行乐。哦，我懂了。对对对，它的电波曲。电波曲，然后很洗脑这样。OK OK。是被玩起来一首歌啦。OK。对对对。另外一首是完美的救急盖特，剪接我推的孩子。不过身为这个平常就研究接歌的这个专门家来讲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普通，对，那个银牌程度，没错，那种程度大概就是什么都不必说，接到那个福音战士，还有那个黑人抬棺接到福音战士，是那是我近期最喜欢的，是不是？我最近有接那个恩熙俊版的机器子委托图啊，对，再看一次还是觉得很恶，而且我觉得恶是因为完全可以想象他本人做这些表情，那好恶，而且那鞋子到底是他挑的、啊，真的好恶，因为我也抓了一下午，临摹了好几张，因为从中国进步嘛，毕竟你本身不是画这种类型的翘楚，通常都在钻研的都是女体，没错，突然要画这种椭圆形的。平常都是超纤细的腰脚这样子，突然把胸部放大成整个人一样大，我忍住不画腰身，你知道吗？腰身啊，这个腰身。